Hello。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间接实况台。想想，现在呢，我们国贸，哦，它这个居然有就是装上以后的新的效果的那个。现在我们应该要下去跟那个青蛙讲话，然后我们还要建很多东西，好吧？好，现在看起来好少。我记得，我觉得我最好跟在老师后面会比较好一那个青蛙好像就是我们最一开始的时候对话的那个青蛙诶。我知道不是这里，我只是想先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门是什么钥匙。被淹没的密室。这么大一个房间里面居然没有钥匙。声音呢？为什么好像听到叮叮的声音？哦，是这个家伙，坏青蛙。我听说你有下水道门的钥匙，你可以给我吗？密码。密码在，钥匙在他的尿壶里，太糟糕了吧？好吧，现在我有下水道钥匙。
我被家老鼠的家了。虽然说作为一只老鼠啊，哪里来的神经病，在地上放那么多捕鼠夹嘛？前面的该不会是什么致幻剂吧？光是被老鼠，我哎呦天哪！吃虫居然这么补的吗？我觉得里面看起来怎么好像越来越毒了？我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要不要继续往前走？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可疑哦，好诡异哦！而且这个水看起来好毒哦，木桶。我需要酿酒厂钥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游泳啊？是我看错了吗？里面好像有东西在游泳，需要酿酒厂钥匙。那该不会是一只水蛭或什么的吧？我有点好奇，这个水我踩下去会不会死翘翘之类的？要不我猜猜看？哎呦！哎呦，好恶心呐！前面好像有路可以走，但是……没路，我在里面跑的时候，我是损血的。我甚至不知道这是哪里。哇塞，这里看起来怎么那么恶心？这里除了几个臭钱 ，Hello Hello Hello， 这里除了几个臭钱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吗？那我岂不是被坑了？我觉得吧，
我的当务之急还是先找到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名字？浮士德。哎，看看，他说我偷到了一些文件，上面写说，这谁看得懂啊？这个叫做详细的写着怎么找到浮士德吗？我怎么觉得他什么都没有写？这边我进不去。觉得我们先不要冒险去做太危险的事情。这里是我刚刚走过的路吧。我要存个档，先存个档好了。我这么怂，我这么胆小。在这个充满了捕鼠夹的地方，饿啊！哇塞，我在这边多走一会儿，我就要没命了。看起来好像到了有人活动的地方。但是人呢？哎，游骑兵的外衣啊，但是没有什么用。那位老兄该不会就是浮士德吧？他身上还有一个发着红光的包，是什么东西？我有办法把这个倒霉蛋放下来吗？看起来好像也是一只老鼠。换个地方。这是我刚下来吗？我刚是从那里下来吗？墙壁上有提示吗？没有啊，墙壁上是这个吧？你说是这里的墙吗？没有啊，这边都是树根，不是吗？树根，树根，树根与树根，好像没有东西，好像没有东西，没有东西，没看到东西啊！再走走。虽然说我觉得他弄了那么大一间房间，然后里面没有别的东西，是很浪费的一件事情。我们再次踩着捕兽夹出去。我刚是走这一下来吗？我刚好像不是走这一下来。下水要地图。我只能说这边的地图有跟没有是一样的。这个地图你看得懂还画什么吗？我是看不太懂。他那个地图画的是没有用的。毫无意义，我只能说毫无意义。这里好像也没有东西。
需要一个光源。哇，这该不是只蜘蛛吧？对，我想到了，好像他那时候有提醒我说下水道很多蜘蛛。那不管，我们先……哎呦！哎呦，满地的捕兽夹。我是从这里下来的，对吧？然后。照理说，对，照理说这边应该是可以用棍子丢。等一下，这里不就是我刚刚走过的地方吗？这里就是我刚刚走过的地方啊。那怎么办？我只好再冲进去一次喽。刚是从，哦吼！这个没有什么用哎。哦，可以破土。我一个欠揍我。我居然死于破土，算你狠！不是谁能想到会死于破土嘛？只能说，这真是想不到。那不就还好，我刚刚有存档。太坑了！是说我可不可以换这个衣服？抗性提高，但是被听见的几率好像是有高一点点。冲刺速度也比较慢，被听见几率有高一点点。要不要呢？火烧。
这个毕竟它也不是那种真的很大作的大作，它就只是一个。哟，要走哪里？好危险！这里我刚刚试过。我觉得我们可能是要去酿酒厂的吧。这边就是我们刚刚从那边跳的话，我们就会从这里过来。哦，对啊，不过刺客教条我们依照惯例都是等那个的，我们依照惯例都是等特卖的，并不会一上来就玩。又到了亲切的破土点，我刚刚就是在这里破土的。哇，我还捡钱！围巾几？围巾？先观察一下。哎，等一下！等一下，这里为什么如此眼熟？这里不是我之前走过的地方吗？搞了半天，这里是通的。去吧，去吧。我继续找路。这个水本身好像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那个毒。我看来看去，
我看来看去，这里不像有别的路了啊。上面那边也过不去吧？这个地方来过了啊，这边就是一堆恶心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对面那个门，我怎么做可以到那里去呢？从这里跳过去？不对啊，这里是我。这里不是我刚刚走过来的地方而已吗？哇塞，好恶心哦！这个什么可怕的大嘴巴？我需要酿酒厂钥匙。我去哪儿弄酿酒厂钥匙呢？是不是在我走过的某个地方有酿酒厂钥匙？我在想。原来可以这样子吗？但点亮有什么帮助呢？好像没有什么帮助。我还有哪里是要可以用下水道钥匙的？要不然我再来跟他打听看看。没有东西。我到底该怎么找到？下水道位置图？好吧，看来我们可能要研究一下这张下水道位置图。我们从这里下来。这是那个主要大厅，然后我们从这边，这个是刚刚那间，那个有鳗鱼在那边游泳那个小房间。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是进不去。这边过来，这边走到底是有路的。好，去看看。边直走，
我们再一次看看，我们这次我们走下面这一条。就是等一下往下去往左转，等那只肥肥的水蛭走掉来说。对啊，这里没有路啊。这里过不去啊，此处应有门把手吧。那只能往这个地方了。是这样的，这边也通不了。这边没路啊，可恶！原来这个是这样用的啊！我现在才知道原来这个是这样用的。天，我之前都不知道。我错了，我知道了。啊，打滚，浮士德一言九鼎，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先生。照看酿酒器，堵住所有在泄露的地方。没有遇到困难，先生。我需要你的帮助。基姆大学。我没有。找到蜘蛛毒液的样本，这题我会。我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蜘蛛毒液的样本，但是我们要千里迢迢的爬回去。作为一只可爱的老鼠，我们已经捡了我们能捡的东西。我
我现在先存个档，免得我在搜刮蜘蛛如意之前，我就先挂掉。这里什么东西？哎，我刚刚是走哪边路了？我以为我刚刚是走这里来。原来不是吗？哦，这里就是酿酒厂吗？哦，原来这里就是酿酒厂。那我可以搭电梯去哪？炮筒是钥匙，我居然从这里出来诶！这只我知道诶。哎呦，原来是会从这里出来，好神奇哦！不会不会，这是没有破图。但是我想想看，我要怎么样会比较……我要怎么走可以比较简单？我如果走上面的刚刚那边好像可以耶，我走上面刚刚那边，我好像可以绕过那个，我好像可以绕过水蛭诶。哎，不对，这样很麻烦，算了，还是走这里好了。为什么这有梯凳子？这里他难道不应该给我一个酿酒厂钥匙吗？让我可以不用这么辛苦的这边爬来爬去吗？算了，看我凳子呢？我刚不是看一个凳子吗？凳子，让我来检查一下它的壁橱里有没有东西。瘟疫医生帽，想没有比较好。主要是没有酿酒厂钥匙，这点让我比较难过，因为是代表我们还是得要。走康康的路回去。
那只东西呢？哎，为什么我一下去它就出现？我不下去它就没反应。我一下去它就出现。它是不是看到我才动啊？怎么办？跑回他追，他就在自己啊！我怎么办？哦呦！你看，如果我有酿酒厂钥匙，我就可以直接出来。可是我没有。我记得那个蜘蛛好像是在。这想想看哦，这再一次的，好恶心的水质。我想到我之前在那个楼下那边，好像有一间，它也是这个门是可以转的，在牢房那个地方。急也急不来，那我还能做什么呢？死亡之舌的。现在我们要去捡蘑菇了。当我靠近某人时，无法换装。这是不是有点可爱？我不喜欢阴暗的迷宫，但你觉得这个老鼠戴这个面具是不是很可爱？瘟疫老鼠，有点可爱。
我们得等他走，不然的话很麻烦。偷过的蘑菇棒能不能再偷一次？他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还是他根本就没有走？如果我不动，他也会发现我吗？会。啊，觉得我应该再补一个血。钥匙。他真的一直蹲在那里的感觉。电网控制杆，什么电网控制杆？是这个门的控制杆吗？先捡外面的好了，反正底下的我等一下还能捡。是说这个面具戴上以后，我是不是看东西的距离好像变短了？是我的错觉吗？我怎么觉得这个面具戴上去以后，我的视线好像有点变差呢？脸部，对，不是我的错觉，是刚刚真的戴上去之后，我的那个视野范围真的变差了。好，就差下水道那个。到底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拥有技能？戴上瘟疫医生面具，他还有配套的瘟疫医生帽子哦，但是因为丑丑的，我们还是不戴。来，蘑菇。
蜡烛帽吗？那解毒剂呢？啊，12种不同种类的菌丝样本。什么？什么？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到解毒剂呢？等待解毒剂做好，他说要3个小时。那怎么办呢？我先去帮他捡蘑菇吗？如果他可以给我个什么什么军械部钥匙就好了，我就不用这么艰困的绕那么远的路走。说起来，我有点想去看看那个，我有点想去看看我之前说的，他可以那个，他的那个门环可以转的那个地方，我想再去看一次那个地方。先存个蛋好了，毕竟我先要去。他做好了吗？我觉得我还是走下水道，我还是走下水道过去比较好一点，不然我从上面过去其实有点麻烦啊。哎，等等，这里居然有酿酒厂钥匙。断肠酒，死掉的助手吗？哦，嗯，好的，现在我得到了酿酒厂钥匙，我看这个酿酒厂钥匙可以帮我们省去什么麻烦哦。说我可以这样走出来。哎，哎，不是这也。这也太多不同的装备要收集了吧？这我要收集到几百年后我才能够收集完。这边我，我刚刚是从。我想想看，我现在该怎么走啊？怎么走比较
顺路呢？这边好像就往回走。但是我现在拿到解毒剂，我好像可以去找啊，不对，我好像还需要一套骑兵装，我还要凑齐一套铠甲。该去哪凑齐一套铠甲呢？这可以烧掉。上面上面就是那个死蜘蛛的那个点吧，对。哎，我看一下啊，物品栏，骑兵面具，蜡烛帽子，好傻。书籍。普通真菌，夜间真菌，我只能说我收集完之后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好吧，我决定撤退。哎，这个就没烧。现在呢，我打算这是很亲切的我本来的牢房耶。想逃虫子，刚刚得到了一个海盗帽子，提高冲刺速度，这个被听见几率就是往这边是增加还是减少啊？这个往这边 是增加被听见几率还是减少被听见几率，我怎么好像有点不是很确定了呢？前面里面的我们试过了不行吗？哒哒哒哒哒哒哒！先存个档。再见。
房子我们之前没有来搜过。这是一只很臭的老鼠，我只能说。这里就是跟那个下水道相通的。相通的地方，那我们不管。我们现在需要，前面的房间我们去看过了吗？我记得我是不是有一个城堡地图来着？前面我们是不是其实之前都没有去过啊？我在想，等一下，好像是去过的。好吧，我记得之前这个地方，这个门进去，好像有一个也是铁环，是可以搬的。就是那只老鼠的那个所在的地点下面，好像有铁环是可以搬的。好像是跟我旁边那个牛。但是我不知道他的那个，要不然就土法炼钢呗。哎呦，我在想，我好像知道那张地图代表的意思。他们不是给了我们一张图，说我们可以找到浮士德吗？这
个就是门环的位置，对吧？对，按完之后，我觉得，这好像指的是门环的位置。哎，良心，我好歹我有发现。我怎么觉得这个跟刚刚不是就是差不多的地方吗？可恶！我这边凹了半天，结果他是从那个地方，然后钻到这个地方来，是吧？这纯粹就只是方便我可以去找那对老鼠讲话，这个意思。好吧。我如果想要拿到军械库的钥匙，我好像要花钱跟这边这只老鼠买消息的样子。如果我不想买消息，我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边那只老鼠一直都在的吗？我怎么觉得之前没什么印象，那边有那只老鼠。还有这里是什么？大半夜的，谢老师都不睡觉的吗？那我是不是应该要等到白天，然后跟那个老鼠买消息？空的衣柜。我可以爬吗？这我可以吗？我不爬啊！我爬得上去吗？我爬！我好像爬不上去。啊，上不去。原来还可以这样走。但有什么用呢？我现在是在哪？我在哪儿？这好像是我刚刚跳的地方呀，这个地方有点眼熟。这是那个井。
位现在有点暗，所以我其实不是很确定我现在在哪。我想要去，哎呦，我想找张床睡个觉。哎，这样子有抽屉。谁能想到我居然在这里拿到了关卡通行证？那我岂不是可以去找那两只老鼠吗？你睡不着吗？我可以帮到你吗？第一晚有 lunch， 什么歌算是有 lunch 呢？瓶中天堂，小鼠幻术，这个适合当摇篮曲吗？他不喜欢哎。瓶中天堂。我觉得很好听啊，你对摇篮曲的定义有点奇怪。良心说话，这些歌都不像摇篮曲，好吗？为什么没有这首歌？跨上蝾螈，也许我根本没有适合的当摇篮曲的歌吧。
难道不是摇篮曲吗？热闹的歌。好吧，那我们唱双尾鼠好了。是说你们听得到这个音乐吗？他到底想怎么样嘛？这首我们听过了，这首歌还行。好啦，啊，这样就第一晚了吗？好吧，好吧，好吧。那如果我现在给他了，那岂不就是，那他就不会再听我唱两晚上的歌了吗？那我就不能现在给他啊。为了让他听我唱三晚上的歌，那我现在不能让他去，那我现在不能让他走。我们去找那个铁匠，跟他打听一下军械库钥匙在哪里。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你帮我？锤子不见那我只能说，我跟那两只老鼠现在关系还不错。我觉得这个忙我可以帮。啊，原来可以不用付钱，真太好了！可以不花钱，那就不花钱。嗯，铁匠本人。行吧，你尝尝啊。监狱里居然还有隐藏藏匿处。被淹没的密室钥匙。被淹没的密室钥匙，我知道呀，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这个就是我们之前那个，就是我们之前想要进但是没进去的房间呢、啊。只能说这个地方一环扣一环的设计的真的很不错哎。顺便存档。
我应该没记错吧？被淹没的密室钥匙应该是我们最一开始那一间吧？是不是这间？啊，那东西呢？还有门环，是这个吗？等一下，我看一下。像斗鸡眼一般的。怎样？是，哦，所以我现在有什么？悄悄的，我们把锤子还给铁匠，然后应该就差不多，今天就到这边。我们就是过去，然后把锤子还给铁匠，然后把老鼠东西还给老鼠。你的锤子在我这儿。
我们把每一张地图都给买了。我们并不见得会需要，但是如果有时候像刚刚那样子迷路的时候，查一下地图对我们来说的确是有帮助的。我要找些衣服。哇，他还真的知道很多事情。由囚犯通过这些门石做的事情而命名，这真是有可怕，有点可怕。他能帮我找到很多东西耶。诶，他为什么？他之前不是说可以帮我找到那个军械库钥匙吗？好吧，反正我有钱呢。他为什么？他本来说会告诉我军械库钥匙的，现在他不告诉我军械库钥匙了吗？我已经不值得拥有军械库钥匙了吗？但是我得到了一堆地图耶。他不是说要帮我标记什么的吗？这就是他的标记吗？哦，我现在在这里。从正面的楼上去，这边可能有一套衣服。然后这里可能有一个，这是需要钥匙还是他有，还是这里有钥匙？我应该要想办法。
该算，是不是应该先存档？我先存档好了。我今天先到这里吧，我今天先到这里吧。我存档，我们明天再继续吧，明天再继续。哇，这个可以玩好久、哦。明天再继续，我明天我再找那些钥匙、衣服什么的，明天搞定他们。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嗯，真的很划算。先到这边，那明天见。哎，那明天见吗？礼拜今天礼拜三，明天礼拜四，礼拜五见。对，明天礼拜四，明天礼拜四我不在，礼拜五见哦，礼拜五见哦，拜拜。